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58面，558面第六行。第六行，从第一句看起，因缘合成，假名诸法。底下有个小注：因缘合合而现诸法，实皆虚妄，但假名而已。自性即灭。体不可得，故云空无我。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是说明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啊，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合成的啊，《金刚经》上说一合相啊，一合相呢很难懂，现在被科学证实了，确实是一合相啊，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现象。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都是用佛法的名词来说，即为之为啊，组合而成的。那么现在科学家的名词叫量子。小光子也有地方说微中子，是这个东西组织成的这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了没比这个更小了全是它组成的。所以因缘和合，这就是合成，而现诸法宇宙之间的一切法，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三类：动物、植物、矿物。大乘佛法里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气世间，一类是有情世间。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一合相，所以是缘聚它就现象，缘散了呢相就没有了所以实皆虚妄，跟你讲真话了全是虚妄。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大乘经上常说，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但是假名而已。这是说相。下面说性，是自性即灭，体不可得。性有，性是即灭相，啊，即是清净，即净。啊，灭是灭烦恼，灭习气。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不存在，叫做灭。啊，灭时灭其妄想。所现的相是妄想，灭其妄想，不是灭性，性是不生不灭的，啊，这自性呢是不生不灭的，自性之体不可得，啊，它真有，为什么不可得呢？因为它不是现象。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探测它。啊，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前五根无法接触到它。它不是精神现象。所以第六识、第七识也没有办法想象到它，啊，没有无法想象。它不是自然现象，所以阿赖耶也圆不到它。啊，通常我们讲的八十五十心所、五十一心所，通通圆不到，它存在，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桩事情为正方知，怎么个正法？放下它就现前了，你就证得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证得了。啊，那我们就知道，科学、哲学永远见不到它。为什么？科学跟哲学都没有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无法探测到了。啊，它是万法的根源。它是万法的本体。它能现能生。阿赖耶能变，就是八识能变。啊，这个自体真有，但是不可得。啊，所以叫空无我。我有二种，啊，就是二种我。一者呢，人我。啊，这个二种我都是空的，都是空无我，凡夫不了，不了不明了啊！无蕴合合，假现有我之意。我们现在这个身，这个身是无蕴身啊。无蕴是
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受是感受，受苦受乐，啊，不苦不乐叫无记受，啊，那也是受。想是思想，啊，行是这个心是念念相续，它不会中断，它不会断，啊，行是相续相，识就是指的阿赖耶。阿赖耶里面能够含藏一切法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现象。啊，我们刚才讲的三种现象都不是。啊，但确实是有这个东西。啊，我们讲的是印象。我们从早到晚眼见耳闻都留着有印象，这个印象就是储存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像是资料库一样，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六根六识所造的全都储存在阿赖耶里头，啊，阿赖耶是大仓库啊。这经上说得好啊，因为这个资料库里头它不是形象，不是物质。如果是物质，哪怕它再小，大概变法界、虚空界都容纳不下。你就知道阿赖耶不可思议，因为他没有，他不是物质现象，他能显，所以我们的身是五蕴身的，受想色受想行识啊。心经大家念得很熟，心经也开头，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人我是空啊！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以前我们的体会总以为是这个人身啊，是我们一个人，现在我们懂得了，不是。五蕴是什么呢？五蕴是佛讲的极微之微，就是今天量子学家所说的小光子。这是物质的基础，所有物质都是它聚合而成的，像前面所说的一合法缘聚缘散的，这么一个小光子，它里头有色受想行识。弥勒菩萨跟我们说了，这能从念头成的。佛问弥勒菩萨，
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动个念头，心有所念。佛问：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几时？佛问的细呀，我们问不出来呀。在这个里头有几个念头，有几个相，有几个时。相呢，就是色，就是色相；时呢，就是受想行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五蕴啊，是小光子啊。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有32亿8000年。我们这动一个念头，时间是一弹指，那里头多少细念呢？32亿8000个细念。32乘8000，32亿乘8000，320兆。这一弹指里头320兆个细念。弥勒菩萨说，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就是色相、物质现象。形界有识，每一个形里面都有受想行识。佛讲的五蕴呢，是讲的小光子啊。佛教的名词叫极微之微也。所有物质现象的基础是五蕴。最小的物质，它里头有色受想行识，所以物质跟精神永远不分开啊。分开就错了，分开说分开就没有了啊。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阿赖也是这个相中讲得很清楚，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个一念没有原因，这个一念没有开始，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为什么不能说它就开始呢？因为它不是真的。如果它有开始有终了的话，有始有终，那真有这回事情啊。没有开始就是说它是假的，完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佛把它比成梦幻泡影啊。做梦有没有开始？谁做梦的时候能把它开始找到？是几分几秒，几秒至几秒，能不能找出来？找不到。你会不会去找？不会去找。为什么？假的。要是真的你就去找了，是假的嘛，找它干什么？意念不觉是假的啊，所以叫无始无明。这个可不能解释错了。那个无始不是说太久太久了找不到开始了说个无始，那你这样想就全想错了。你应该懂得弥勒菩萨所说的。这个念头太短暂了。如果我们今天用秒来算，一秒钟弹指五次的话，那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念头呢？有1600兆。
一秒钟1600兆分之1，你把它找出来，你能找得出来吗？找不出来了。啊，所以佛讲无始这个名词用得太好了。啊，无始就根本它是虚妄的。啊，一念不觉，这就是个动向。这是阿赖耶的业相。业就是它真动了。啊，这一念不觉动了。心是清净的，永远不动的。啊，这个不觉的时候就产生了波动的现象。这个现象科学称之为能量。啊，这个能量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自性里面的境界相跟转向也是本有的。啊，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智慧的能。啊，现在讲能量。啊，信息物质啊，这是讲相好啊，大乘经里都讲得清楚，比科学家讲得更清楚啊。啊，所以物质现象是从转向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讲阿赖耶的四分，啊，学过相宗你就更容易懂了。啊，一念不觉，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阿赖耶啊，不是阿赖耶的正自证分，那个一念不觉。啊，阿赖耶的自证分呢，就是自性，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啊，阿赖耶的见分，就是精神现象。摩那时啊，你看我出来了，我见。啊，我见是阿赖耶的啊，第六意识的主体，就是我出现了，执着又跟我了。啊，我出现了，跟着我出现之后，就又有三个东西：我爱，我吃，我慢。啊，这叫贪嗔痴吗？我爱是贪呐、啊，啊，我痴我慢是嗔恚也。你看，贪嗔痴这三个烦恼跟着我同时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叫根本烦恼啊，俱生烦恼啊。你跟我是同时生起来的，只要有我。就有贪嗔痴啊，贪嗔痴放下了，我没有了。如果我没有了的时候，贪嗔痴就没有了啊，它是这跟着来的嘛。因为有我，才有境界相出现，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相分是无智现象。所以物质现象从哪里来？从见分变现出相分啊。那么阿赖耶的业相是能量啊，见分是精神现象，相分是物质现象，就在那一念当中完成的啊。这一念要记住，
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就在那个里头形成的，这通通完成了，阿赖的三细相出现。这种现象你不能说它有，你说它有它就没有了，你不能说它无，啊，你说它无的时候它又相续相出现了，啊，但是念念不一样，啊，每一个念就像我们电影那个底片一样，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一闪就过去了，啊，接着第二张出现的，第二不是第一念，念念都不一样啊，没有相同的，啊，所以这种相叫相续相似啊，啊，就相似相续，它不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说相续相，它不是。念念不相同啊，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做了10年啊，现在应该有15、16年了啊，几万张这个照片，他告诉我没有，找不出两张是完全相同的啊，他感觉到很奇怪。我告诉他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同，他说为什么？佛在经上早就讲过了，你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啊，你同样说我爱你，前年的爱跟后年的爱不一样，啊，所以你试验出这个捷径，这个照片的时候，肯定不相同，不是完全相同。啊，所以那种试验，每一个人去试验，画面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念头在动啊。你起念头是感呢，它是回应呢。感不相同，回应怎么可能相同呢？啊，感是因呢，因是果啊。啊，所以不一样。啊，我们的念头念念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会有相同的东西出来？啊，刹那刹那都在变呢，无常啊！啊，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天一年，这几十年的不是啊。我们的生命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每一秒钟啊，有1600兆的生命，哪里是真的？啊，我们度了啊，这个佛跟弥勒菩萨这个谈话是在菩萨除胎经里头所说的啊，我们又看到近代量子学家的报告，我们才恍然大悟啊，真相原来如此啊，才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有什么好处呢？好，好处太大了，为什么呢？真放下了，没搞清楚真放不下了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放下？没搞清楚，你真搞清楚就放下了，晓得什么？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何必要造孽呢？啊，还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是造业，就不造业了。
那不是彻底放下了。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清楚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读了，读得很熟，也会念呢，也记得很清楚啊，不是自己的境界。什么人的境界呢？化身菩萨的境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的境界，是他们的境界。你要入这个境界，你就不是凡夫了。你不住在六道，你也不住在十法界，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十宝庄严土。那所以就不一样了，境界不同。就不可能在一起啊。那在一起肯定境界相同啊。相去不远啊。可是要是生到极乐世界，那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虽然没证得，没切入这个境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它加持真加得上。那我们这些人去了，真能够得受用，佛加持我们真得受用啊！所以你表现的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差不多啊。到极乐世界，你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的生活环境跟阿弥陀佛一样。换一句话说，虽然烦恼没断，人天的身份到极乐世界，享受的是跟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平等。这叫做难心之法。你讲跟许多菩萨听头相信，哪有这种道理？所以佛说，这一桩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诸佛知道。他们完全了解。等觉菩萨犹如各罗望月。就是对这桩事情的了解，他是了解，了解不透彻，好像晚上看月亮，隔着一层罗网，是看到了，隔一层罗网，就跟那个完全没有障碍的那看的不一样。再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我是什么搞清楚了，真正的我是发心，是自信，这真正我。所以无蕴和合假我，这得认清楚，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能常主宰啊。是名人我。我们今天把这个身体当作我，这是错认了。以为这个身可以自己做主，可以自己得自在，这是妄想。如果自己可以做主，哪一个人不希望长生不老呢？你还要老，还要生病，那你受不了主啊！每一天吃饭多讨厌，多麻烦呢，那要不吃多好呢。你做不到，这就是什么？你做不了主啊！
你不自在，你处处受限制啊。啊，我这个词的定义就是主宰，就是自在。这两个意思在身上都找不到。身上找不到，心上也找不到。这心是妄念呢，找不到啊。啊，然后你才能体会到佛说，哦，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说若能了达，但是无蕴假合。啊，无蕴假合就是阿赖耶的现象啊。啊，现有我之意。啊，无蕴假合，实无自体。是为人物啊，确确实实没有自体啊，是五蕴合合现这个相，五蕴离开了，相就没有了。聪明的人就在五蕴合成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这叫智慧，这叫看破。啊，是为小乘人之修行，断烦恼而得涅槃。啊，小乘人修行，破我执。啊，小乘人破我执了，所以证得涅槃。啊，这个涅槃叫偏真涅槃。不是真正的大半涅槃啊，叫小果啊，成阿罗汉了啊。那么证到这个境界，六道轮回没有了啊，就不见了。所以六道轮回是梦啊，好像你醒过来了，梦中醒过来了，六道不见了。啊，六道不见了，是什么境界现前呢？四圣法界现前。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境界现前了。这是如来的净土。实在讲也是自己的净土。啊，我们从秽土染污跳出来了，得到净土。这个净土不是真净，为什么？这是相对的净啊，对染污它成净啊，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净，它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啊。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还在。尘沙烦恼是分别，分别太多了，无量无边了，所以用尘沙做比喻。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胡思乱想啊，就尘沙，就尘沙。啊，所以四圣法界里面好处是什么呢？他们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几乎通通都是学佛的人啊，学的都不错啊，戒定慧非常认真的学习啊，他不执着生生活了，他执着什么？执着五蕴是真的五蕴是法了，
哎，法是真的，我是假的。啊，所以变成了我执没有了，它有法执。啊，法执要有的话，它出不了十法界。啊，我执出不了六道轮回，法执出不了十法界。所以他必须把法执破掉，法也是假的。啊，五蕴也没有啊，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五蕴从哪里来的？从一念不觉来的。那个一念不觉完全是妄动，绝不是真正的事情。啊，所以那一念迷呀。啊，只要一回头，一念觉，法执就断了。法执断了，就十法界就没有了。啊，所以第二者法果，因执诸法有实体。啊，诸法是叫五蕴呢，五蕴是法了。啊，以为它是实体，它有实用。啊，为什么他能够合成宇宙所有一切法都是他合成的。你说哪一样东西不是无蕴？连虚空都是无蕴。虚空有相啊。我们肉眼看不见了。啊，不要相信我们的眼睛啊。我眼睛很可怜啊。啊，眼睛的作用现在科学家知道。能见度非常小啊。啊，就光波，我们能见度的光波。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啊，比我们的光波长的无量无边的。比这个短的也无量无边的。啊，现在用科学仪器探测到。啊，像 X 光、紫外线，我们肉眼都看不到。啊，这个光波很复杂了。如果是各种光波都能看见，你看它这个宇宙就改变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其他你看不见的，而也是如此。啊，声波也是有限度的，啊，长波听不到，短波也听不到。啊，我们利用机器，啊，无线电机器，能够听到长波，听到短波。啊，界的面稍微比较大一点，啊，实际上还是非常有限。啊，那我们的本能是没有障碍的，啊，眼见没有障碍。睁开眼睛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呢、啊，清清楚楚啊，能看到量子啊。不要用科学仪器啊，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坛指里面32亿倍千念，你看得清清楚楚。弥勒菩萨怎么说出来？他看清楚了吗？他怎么说不出来呢？啊，佛告诉我们，菩萨51个阶级，最高的5个阶级是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最高从哪里算起呢？
从八地，八地菩萨，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是什么障碍都没有。啊，他见是变法界虚空界，他听也是变法界虚空界，神通广大。佛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每一个人跟佛是一样大，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个样子？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你妄想越多，执着越多啊，就妄想分别执着嘛，越严重，你的六根能力的范围就越小啊，你对于妄想分别执着越淡薄，这个能量就慢慢就扩大啊，因为它是你的本能啊。在大乘啊这些高级菩萨的时候，经上讲的三明六通啊，啊，三明六通是对八地以上菩萨讲的，八地以下讲神通，讲六通，啊，不加三明啊。三明是天眼、天耳、虚命，啊，虚命就是知过去未来，没有障碍。啊，古今中外的预言，这个诸位也晓得，预言可以相信。预言所讲的是定数，而实际上是定数之外还有个变数。啊，预言讲啊。不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大灾难发生，到时候没有了，他预言错误，不是的，他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如此。为什么产生变化了？这个地方人心变善了，这个灾难马上就没有了，就是变数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地方本来很好的，人心变恶了，它马上就变坏了。啊，所以变数是临时发生的。他的预言非常准确。如果他今天来说的预言，那就一点话都没有。那是今天的样子嘛。啊，今天我讲明天的这个样子，明天可能就产生变化。啊，所以世间法里头没有定数啊，随着人心在变呢。啊，这是佛讲透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居住的环境是随着我们心在变。我们心清净，这个国土就是净土。啊，心染污，这个居住的环境就是秽土。啊，心地善良，那就是美好的世界。啊，像极乐世界。心地不善，那就是什么灾难都出来了。这一桩事情，三千年前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啊，古时候人相信。啊，所以有灾难现前的时候，大家马上警觉性提高，回头反省，忏悔，改过自新，那灾难化解。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神仙，
圣贤讲的是心学，心性之学。那现在我们才懂得，心念是无知的基础。那要解决今天的问题，还要把从心念上去找，才能解决。因为心念可以改变物质，物质不能改变心念。心念可以改变物质。所以遇到灾难，只要回心向善。因为在古时候遇到灾难，皇帝要斋戒、沐浴、要祈祷啊，要做好事啊，要大赦天下了，就做好事啊。为全国人民祈福啊，他真管用啊！由皇上带头，大家都反省，大家都有忏悔的心。过去做哪些事情做错了，现在不再做了。念头端正了，行为改正了，这个灾难纵然不能完全化解，大幅度的减轻啊，不会造成严重伤害啊。真有道理啊。现在人不相信，说这是迷信。到几十年之后，科学家把这个事情证实了，这是真的。意念确确实实是改变物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笑话，从前你看几十年前的人多笨呐！不懂这个道理啊！灾难现前，那只有承受啊，受苦受难了，不能化解啊！其实，宇宙之间是。没有一个灾难不能化解，通通能啊！问题就是你认不认识，你明不明了？了解诸法实相，你就有办法了。不了解诸法实相，那就有的受的了。这叫迷悟不相通啊！觉悟能解决，迷惑永远不能解决。科学的方法解决，后遗症不堪设想啊！我们现在已经受了科学的害了，得到一点小甜头，付出多少代价？冷静思维啊，得不偿失啊！我相信，再有严重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了，人就会认真思考了，科学是不是万能？科学不能解决，我们的思考还有没有解决的方法？他就真心想求了。现在人还不相信，还完全相信科学。这破兰克的发现，还没有影响整个社会。东京江本博士的水试验是刚刚开端。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启示。让我们知道
况无，他有见闻觉知。啊，山河大地是况无啊。你要知道他真正有见闻觉知的话，我们以爱心对他，他就坚固啊。我们以怀疑对他，他就松散了。松散，大地很容易沉下去，高山很容易倒掉。啊，信心坚定，这大地坚固啊。啊，地藏经上讲的，坚牢地深。啊，他要是真正坚固牢固，就不会出问题了。啊，坚牢是靠什么成就的呢？信心。啊，今天这个世界普遍没有信心，因为什么？科学提倡怀疑。啊，怀疑带给的是所有物质现象松散。啊，就不坚固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是下面说，若了达诸法，但从因缘生，实无自体呢，是名法无我。啊，小乘为物人无我，菩萨则二无我皆无。啊，这菩萨能解决问题。啊，知道人跟法。都是从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迷才有这个现象出现。自信觉这个现象就不可得了。诸佛菩萨，像化身菩萨，应化在设法界。设法界是众生业力变现出来的，啊，他在这个设法界里头，任何一个地方，一切时一切地，他不迷啊，他清清楚楚啊，啊，众生造的业，果报现前。佛菩萨怎么教他们？